锦绣，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无论吵得多凶，一觉醒来，什么都好了。锦绣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看你的眼神，满满都是爱。恭喜姐姐找到真心爱人。锦绣，你还记得你我的最后一次相聚吗？在紫园的地宫里，当时我真的很恨飞白，他为什么要介入我们姐妹之中？在这三年里，我满脑子都是他，我才发现我原来早就爱上他了。没想到三年后他还是一直爱着我。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，那日我真的没有骗你。那日后你便成了锦夫人，我以为王爷的陪伴可以让你忘记飞白，可是没想到你还是爱着他。我是真心祝福你们白头偕老，我终于知道无论是在你心里还是他心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何必为了两个不在乎我的人生活。锦绣，我在乎的人是你。你最在乎的人是袁飞白，飞流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各自帮他们争夺世子之位，你我便是敌人。姐姐告辞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锦绣。